委员好。诸位好，今天要审的是运动条例那个采建的修正21条29哈。在这21条里面啊，这个你们设定说以强暴、胁迫、诈术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投注的那个运动竞赛事公平者的罚金啊，设了这个下限嘛哈。对不对？500万元，以前是没有嘛哈，就上限嘛哈、而且新增了结伙3人以上犯前项之犯罪者啊，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哈、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啦、我当然是全力的支持啊，但是对于所谓的结伙3人以上啊，我仍然有疑问，因为这里的3人是指有3个球员配合作假呢？还是任何3个人从事相关犯罪行为就算了？那个委员是不是容许我哈？因为这个法律上在说的这个精准度啊，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法务部这边来做说明，可能会比较精准一些。好，黄组长吧。什么组长？行来者了。委员好。3年以上的话，只要说他们犯罪的人共同，不管是球员或是跟他的那一个那些的牵赌集团等等那一些的有结合的情况之下，只要是3个人以上的话，就算了。不是只有说作假，只有其他是任何人3个从事这种犯罪行为就算哈。是。那让大家比较清楚的明白啊哈。好，下次你来的时候告诉自我介绍你是谁啊。OK。是谢谢。还有呢，加重。这个罚则可以吓阻的功用，我是认为哈，没有叫你马上走啊，却难以防止犯罪的那个犯罪者存着侥幸的心理哈，所以我认为，对，还是要组长，不用紧张，他没有叫你，你就回去嘛，你只会没有没有，我现在就马上就一样接着问题，问题还是罚的啊，啊，这个因为他罚那个体委会比较，就是说加重罚则可以提高吓阻的功能，但难以防止犯罪的那个存有侥幸心理啊。所以，如何提高犯罪率、加重罚则的话，可不可以在这里立法，加一些那个方法进去，可以吗？你认为呢，组长？你不晓得啊、报告委员，因为刑法是最后的一个手段啦、你说是其他的方式的话，当然是用其他的方法。哦，你这里没有那特别的那个 idea 哈？没有特别。好，没有好，那好，请讲。诸位，刚才你有听到吗？体委会有什么提高破案率的方法呢？有吗？就是我们其实就在运彩上次委员在审运彩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条就是有检举奖金，如果有检举的话呢？检举的好了哈，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第21条的条文啊，是不是可以加上第5项，主动检举本条文第1、第2及第4项，并处死定罪者，得取得1/2的罚金，检举人就把那个罚金1/2给他。我认为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哈这个消极的防堵犯罪啊，而且呢鼓励相关人员积极的这个查那个犯罪行为，你赞不赞成这个方法？就是如果委员有提案的话呢，我们体委会会尊重就是委员的一个。对，我知道，但你赞不赞成啊？我要个1/2的那个给那个提那个检举的人哦，罚金呢、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来提案哦。赞不赞成？只要是对这个法条了哈，就是好的，或者是说只要就是可以。那我提的好还是不好？你不晓得，可以吗？我现在好，没有关系啊。这样我等一下提来，你再讨论了哈。OK， 好。还有哈，昨天的《中国时报》报道说，刚卸任的台北县副县长蔡家福哦，渴望称那个出任你们体委会那个切啊哈。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哈。我跟你讲，报道指出啊，蔡家福曾任3届的立法委员，不但哈、这个国会的运作很熟悉啊，党内人脉也很深厚，对体委会这个提议事务啊不陌生，担任台北县体委会的那个理事长6年，而且被视为最当的人选。哎，奇怪，像这样子的哈、你不知道吗？至少你有看到报纸吧？你连报纸都没看到，这个你们这个下属哈、真的要打屁股、对不对？你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吗？就是报纸今天早上的简报我是有看到，有看到了哈。对这个人事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了哈。简报简报我是有看到，对报道哈。对对，这个人事案我不知道。你认为他恰当吗？我现在在这个公开场合不适合来回应，对啊，不适合回啊。其实他也是不错啦，那个我们当过老同事，对运动方面哈都是非常清楚了哈。那你不敢讲就算了哈。这个如果是加进你们的话，变成真的是一个生力军了，是也非常很好的了哈。还有呢，上礼拜四啊，12月23日啊，这个象征国内体坛最高荣誉的运动精英奖，对不对？公布了最佳男女运动员的奖，对，男性的是由那个杨中华嘛，对不对？对，网球，女性的是就自由选手肖美仪啊哈。你认为他们得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两位选手都相当的优秀了哈，优秀啊，那也相当的年轻。那据我所知啊，事后据我所知，其实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年有碰到亚运，所以优秀选手相当的多，听说是相当的激烈，在投票的过程当中。哦，没错啊，因为他是报道，也有人认为说他今年因为亚运刚刚拿到德牌嘛哈，所以成就。大家看得到啊，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台湾史上的哈，这个很有这个运动方面，像这一次那个什么卢彦勋啊，对不对？进入温布顿那个网球赛嘛，对不对？八强的那个台湾一哥嘛，还有史上第一个入美国大联盟的那个明星的那个左手投的叫郭宏志，还有一年拿下两座那女子高尔夫球的那个曾雅妮。对，成就都不输给获奖的，对，都相当的很好，所以是很觉得是遗珠之憾嘛，对不对？原因是他们的成就在亚运之前发生嘛，那现在正好亚运嘛哈，印象分数可能不如人家了哈。这个当然，这奖是每个人都喜欢了哈，没有得到也没办法了哈。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要检讨一下，这个精英奖的评选委员是由全国的体总、中华奥院。体委和官员，还有三所体育学校的院长和各家媒体的主管来组成。有人质疑，他们大部分这些人都是行政人员啊，工作人员啊，对于体坛的接触不如第一线从事采访工作媒体记者来得深入啊。这个质疑你有什么看法？刚刚委员有提到哈，就说在媒体的这部分，我们也他是主管啦、啊，对，我他是主管啦、啊。嗯，对，他是就是也有媒体代表在这个里面。他虽然是主管，可是他们都是从基层起家，啊，每天都要看新闻的。不过人家就是有提出这样哈，我是觉得啊，增加这个评选的深度和那个广度啊，这个国内的那个体坛变化，真的的那个参加这个关心的哈、啊、新体育新闻媒体，这个是从业人员。比那个主管哈、啊，如果你把他定到主管的话，他去找他的大老板啦、啊，比较去嘛。哦，不是不是，这个主管是他们就是体育组的，不是、啊、是体育组的，嗯、就各个报社体育组的组长或者是主任、哦，是不是跟什么财经啊什么东方没有相关？就是他们是体育组的。那另外、啊、我也希望说哈、哦，因为这是既然是那个体育媒体方面的、哦，是要加重他们的那个委员的比例哈、哦。你回去考虑一下看看好不好，委员的比例了哈、嗯、还有呢，我们这次那个今年我们的篮球好手哈、啊、纷纷到大陆挑战这个甲级篮球联赛，被称为台湾像台湾飞人啊、陈信安啊、台湾第一后卫啊、李协林啊、还有前锋啊、林志杰啊，还有甚至台湾第一中锋啊、曾文鼎啊，也期望明年到上海打球去咯。啊，因为这些球员都是我们国内既有这个高人气的球员，他们出走大陆啊，肯定对我们会冲击我们国内的超级联那个篮球的联盟啊哈的水准和票房啊。诸位有什么因应的政策没有？其实就是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了哈，就如同委员非常关心棒球一样，其实我们很多棒球好手就是也会到美国去打职棒嘛哈，那也会到日本去打。那相较于篮球的话，也会有这种现象。对啊，那怎么样子建制好的环境，让我们好的球员留下来，我想这是政府责无旁贷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人当然会有每一个人的生涯选择嘛哈，那事业的一个选择，那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国内打球，我想建制好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错、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但是现在明显这个一直整队的走咯，所以我非常担心啊，就少了这些明星以后呢， SBL 为了维持这个球赛的精彩度嘛，对不对？一定会想办法引进其他的，比如说外国的洋将啊，
而这些洋将的水准又明显高过我们现在的剩下的国内的球员嘛，这导致球员过分依赖洋将啊，减少本土派打球的机会啊，还有那个时间啊，最后反而是本土派的水准下降啊、哦。而这个球迷就因为看到这不愿看到洋将来主宰我们国内的那个这个球那战绩嘛，最后干脆不看了，最后变成了球迷要遗失啦，篮球水准下降啦，篮球这个整个赛瓦解了，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最后可能发生这个，也很可能啊，对，对不对？所以哈、哦，其实我不只担心这样，当然我上个月啊、哦、看到那个台湾啤酒队啤酒队哈、哦、喊说要整队移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们害怕说台湾自己组成的那个篮球有一天会失去票房瓦解嘛，所以要早一步大陆。所以像这些情形都不是我们乐意看到的，所以诸位真的要很费很费的脑筋的去想想看啊、哦。虽然我也不愿看到国内篮球这个瓦解，但体委会你们就是真的应该未雨绸缪啊，万一国内联赛真的打不起来了，有没有可能组成两队或三队的球队加入中国大陆甲级篮球队一起加进去？然后呢，我个人是认为一方面可以留住我们的优秀的球员啊，第二方面呢可以提升我们篮球的水准，第三方面呢两岸对抗的因素啊，提高球迷对看球赛的意愿啊，甚至还可以达到两岸交流额外的效果啊，有没有可能朝这方向？就是我们两三组啊加入这个两三支加入大陆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有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去？以目前现阶段来说的话哈、啊、这个方向是比较不可行了、啊、不可行啊。嗯，为什么呢？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啊，难道一点考虑的余地都没有吗？那你也看过我们的篮球赛就这样子到最后的这个瓦解啊，这是我们很担心的、啊，就是、对不对？我是觉得你是可以考虑，因为是这个球赛体育运动嘛，对不对？这两边联合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就是说未来的方向是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做、啊、可是说以现阶段了、啊、对啊，以现阶段你还是回去哈研究看看了、啊、还有、啊、上礼拜这个礼拜六礼拜第八季那个 SBL 超级篮球赛正式开打啊，我们看电视那个看球的少得很可怜啊，对不对？绝大多数都是空位置空的嘛。主委你爸有没有看到？不，在同一时间啊，我们中华篮球协会也出现财务危机哦。听说他们现在的吴业刚改组的那个长那个什么毛高文会长啊，有来找你要请你澳言，对不对？你能够澳言给他什么澳言？嗯，这个部分其实毛理事长确实有来跟我提到哈。其实我觉得你答应他什么没有？其实在整个篮球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健全跟建构，我想毛理事长这个部分其实做得相当的不错。比如说他现在让他就是基金来的方式来做。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整个制度的一个改变，其实毛理事长这个部分都积极的在做。做得很好吗？就是现在起头刚刚开始在做，在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相当有信心的来做。整个的那个组织或架构啊，我想都以前传过来的哈、哦，那现在就是要钱嘛，对不对？背后就是要钱嘛，那你专案你那个政府的补助只有专案的时候还可以，平常是不补助嘛，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啊、所以说如果毛会长他很有能力的话，那我也非常觉得很好哈。不过呢，除了处理行政事务，他当过教育部长嘛，对不对？对，处理行政事的或者组织架构有能力之外呢，那募款很重要哦。如果没有这个募款的能力的话啊，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你要跟毛高文，既然你要做的话啊，除了行政能力之外，募款的能力不要一天下午想靠政府啊，好不好？啊，这方面去努力啊，谢谢。谢谢。